现代生活中啊，人们的健康时常因为洗涤剂问题受到伤害，比如水果蔬菜的表面农药残留附着着致病细菌，在运输途中病菌交叉感染，厨房砧板厨具清洁不彻底的致病细菌，儿童玩具不宜沙发的细菌病毒等等。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是一款非石化植物性洗剂的产品，从天然植物中萃取原料，为孕妇和儿童注入食品入口前的安全防线。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个实验，从功效和原料两个方面来和某洗洁剂产品进行对比，让大家对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进行一个直观的了解。首先，我们采用灼烧 PK 法对它们的成分进行对比，将本产品和某洗洁剂分别倒在铁勺内，通过酒精灯的灼烧后，某洗洁剂冒出黑烟，散发出燃烧的塑料味，而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则呈现白色结晶状，这是石油副产品和天然植物萃取的区别。化学洗涤品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，对环境带来污染。接着，我们将两款产品蒸发剩余的物质放入干净的水中搅拌几下，某洗洁剂产品呈现棕色状，此类污水排放流出后毫无疑问将产生水污染问题，而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为结晶溶解，溶液清澈透明，仍然具有清洁效果，对环境毫无损害。我们用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清洗果蔬，在两份水果和蔬菜上分别喷洒上少量的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，然后静置两分钟，将两份水果蔬菜分别放入水中轻轻晃动，采用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洗涤后的果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而清水清洗则无变化，清洁不彻底。盆中的污水也告诉我们，如果平常不注意洗涤，这些农药残留与细菌污渍将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腹中。通过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清洗，首先有效去除农药残留，还能还果蔬原来的味道，同时具有杀菌作用，能去除日常致病菌，注入食物入口前的安全防线，打造安全厨房。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还可以喷洒在水槽、厨房台面、菜板、冰箱、卫生间、洗手表带、儿童玩具等。洗碗巾从超市里买了，用了一个星期后，会有上亿个致病菌在洗碗巾上。厨房的洗菜槽也是生活着大量的致病菌，以及切菜板、冰箱、微波炉。不管你住在一楼还是30楼，夏天的晚上，夜深人静时，小强会从你家的下水道连接的洗菜槽中爬进你家的厨房，横行霸道。厨房成为小强的天下，怎么办呢？每天晚清理好厨房后，用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喷洒在洗菜槽和厨房台面。你家里的小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，直至不来你家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强肚子底部有油囊，爬行过喷洒了我们的洗涤剂后，小强的肚子底部油囊会沾上我们的洗涤剂，洗涤剂对油囊产生分解，小强会痛苦地爬向它的老巢，同时向同类发出警报，这里有危险，所以小强也越来越少，直至不来你家了。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，稀释液和浓缩液为一组，浓缩液可加水勾兑成食品使用，价格经济实惠。健康来自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，爱生活植物多效一喷净为您打造健康居家品质生活。